要给你来一个365度的吗？不，365度，拍个屁股就行了，拍个屁股就行了。我已经拍了，拍了屁股了。我真的忍不了了，我真的服了，我天！扭不动了，你是不是又换方向了？这屁股太复杂了，我天哪！我不一定能扭得过你，说实话。哎，你的扭的都是那屁股都斜到一边去了，我去。你是依靠你臀部的力量哈？对呀。那你屁跟你的腰没啥关系喽？身体稍微肿一点就好了。哦，好吧。这挺厉害的，但是理论上来讲，它在动肯定是消耗你能量了，是吧？嗯。